他们不需要做很多事情，是成人的世界里头需要做很多事情。所以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着急，还是小孩子要接回来？我想头需要做很多事情。所以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着急，还是小孩需要去配合我？我想我觉得将来活在这个家庭里头，我看的是非常的艰难。这是很棒的，那我也邀请在这些之前的观众来进行一个练习，就是把博士今天分享的，我们先了解孩子的生活数值，然后教孩子怎么去可视化时间，再来学习温柔温度的对孩子教育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分享，我是陈宝宝妈妈，最后问题分享到有什么我自己可以改进的。比如讲时间的话，我觉得时间很赶，其实是自己没有把那个时间管理好，所以我觉得我要在这一方面要再改变哦。还是做事情的一个方向，方向就是不要这么不要去太急太多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像孩子所说的，孩子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怎么完全不一样。当孩子的角度讲说，现在如果我是孩子的话，我就自己是一样的啊，不明白那个情况是什么。我一直觉得父母亲应该是自己的一种责任，而不是他们的管教。其实我是很怕然后又是爸爸这一块其实会影响到我，我希望他有时候只是因为好像别人都有他的孩子的问题，我想告诉他，我希望我可以实现他来让他们对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我想要说要继续加油，其实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，感恩我还有我爸爸妈妈一直在旁边支持我了。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非常希望有一套配置表，一套标准方法可以定制在所有的幼保产品上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方法的话呢，其实爸爸妈妈会解释更多，可是正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方法，而且必须要根据你小孩的一些特点来去调整好你学做的方法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才说亲子的教育过程当中，他除了需要方法，更需要很多的耐心，因为他一遍又一遍的去反复，一遍又一遍的去理解你小孩子的这个特性，那就调整你自己的方法，只有调整你自己的心态。今天看到孩子被要求加快速度和随时随的那些反应，有一天孩子开始在复制了，他就会像这样子的一面镜子，用你的方式和你对话。你觉得这是可爱还是可怕呢？生活中我们可以选择可爱，也可以选择一面，但有时候我们在孩子面前却忘记了做回内心最舒服、最期待的、最合拍的那个事情。好了，我这里是 GL 朋友们，一起来发掘 S 及新成立的精彩节目吧！我们的节目在台湾的每一天和我们近距离互动，经常的为你发歌。I am interested。怎样的方式让你们感受音乐和歌曲的精彩魅力？还有什么可以通过 MyFM 允许和艺人合作的安全站？
的闹钟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听歌。Cool.